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93面第三行，从当中看起。我们把文念一段，故本经中与会诸大菩萨咸恭遵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之德者，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自利利他，无有穷尽之德。我们念到此地啊，十大愿望呢，讲过多次。文字虽然不多，每一句里面的含的四理，都是无穷无尽。所以每一次讲的呢，也不尽完全相同。大家呢都可以互相参考。前面讲到随喜功德，现在我们讲第六个勤转法轮，从第一到第五都是成就自己的德行，自行。下面这两句就化他了，自行之后要化他，化他之前呢，一定要自行，自己德行。智慧没有现前的时候，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发心弘扬正法，这十愿不能不认真学习。法是大乘教里面讲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用一个字做总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就叫法。是佛法无边。佛是觉悟的意思。宇宙在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无量无边。你对于这些无量无边的法呢，你通通都明了，通通都觉悟，这谈何容易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诸佛菩萨了，那种恭敬的心就会生起来。他真的是了不起啊！崇高的道德，无量的智慧，无尽的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样的人，在一切众生里头，到哪里去找啊？这些人都是无量界的修学累积而成就的。那我们今天能做到吗？可能。为什么可能呢？我们过去生中也有无量劫。你能说过去没修过？没修过？如果过去没有修过，今天你绝对没有这个缘分。听到佛的名号，听到佛的经典，但没有缘啊。所以，我们就能肯定，我们过去生中曾经有多生多劫的修学。那为什么没有成就呢？这就是自己的业障太重了。所以修学没成就。就用这一生来说，这些境界都可以能体会得到。我们文法接触的佛法这么多年了，有人初学才接触几个月，几个月成就就很可观。古人所谓的学佛一年，佛在眼前，修佛二年呢，佛就在天边了，修佛三年呢，佛就变成云烟了，没有了。这是什么？业障习气，你没有能力敌过。自己过去生中虽然学了，功夫不够，不得了。如果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你功夫得力，你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那种人学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佛都在眼前，没改变。所以从这种现象，我们就能体会到自己过去生中肯定学过，善根福德因缘不足。这就显示出业障很重啊。那如何来补救？补救的方法，古人说勤能补拙。勤，佛法里面叫精进，只有精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修行的不足。精，简单的说就是要专一，这是精啊，不能学多，不能学杂，学多学杂了就不精。用力多而成就少，如果精一，用力少而成就大，不一样啊。这一门深入，常时熏修。
佛祖慈悲教诲呀，我们疏忽了。我们听过这个话，不是没听过，自己也会说得出来，但是没做到。啊，我们细心观察古今中外真正修行成就的人，他得力之处，实在是就在一个勤字啊，精进。所以六度十度里头，精进是菩萨第一善根啊，善根能生一切善法了啊。那我们的修学过失，就是把我们的精力分散了，时间分散了啊，所以学了多年，只能学一点皮毛常识啊，佛法里头的精髓没得到。那古人讲的法味没尝到啊，尝到法味呀，你就有法喜了，叫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完全不一样啊！古德说了一句话，说得好，说世味哪有乏味浓啊？一般人贪图世味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图这些了啊。修学圣贤，佛法也用贪心来学啊，贪多啊，别人学一样，我学十样。别人学十样，我学一百样，啊，结果别人成就了，我们自己没成就，贪多就不烂了，这囫囵吞枣。啊，这是错误，不能不改啊。那么现在人修学，也有很多很用功的方法有问题啊，更深的问题呢，古人修学了，他根扎得好，现在人没扎根呢，所以怎么用功都比不上古人，根没扎好啊。啊，包括我自己，我也是根没扎好啊。啊，现在知道，但是来不及了。啊，根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扎根教育。啊，中国在古代，对于扎根教育非常重视啊，谁替你扎根呢？母亲呢？古人里头，父父有别啊，夫妇结合组成一个家庭，家庭最大的任务是什么？传宗接代
让你这个家族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了。所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说给谁听的？说给做母亲的人听的。后不是子孙多，儿女多，不是这个意思。儿女当中要有出色的人出来，他能够继承你的家道，继承你的家学，继承你的家规，继承家业。这个叫你有后人儿女再多，没有办法继承，一个都没有，那你家叫家破人亡。这个重担是母亲的责任。你说母亲多伟大？母亲多重要？母亲培养下一代，给他做扎根教育，从什么时候做起呢？从怀孕时候起开始，胎教。中国的古礼，怀孕之后那个礼，在这十个月当中，做母亲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情绪、举止会影响胎儿。如果有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言语行为，胎儿就受了不善的影响，将来生出来之后不好教。如果怀孕期间起心动念纯净纯善，言行举止都如理如法，这个胎儿他所感染的就纯正，将来很好养啊，听话了。小孩出生之后，从出生到三岁，这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扎根是这个地方扎的，三岁之前，父母、大人在婴儿面前一定守礼，规规矩矩，做给他看。他虽然不会说话，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已经在学习。到三岁这1000天，这个根就根深蒂固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这个根扎得好，80岁都不会变。你说这个多重要？我们这一代没有了。我上一代也没有了，再上一代已经疏忽了。大概在我的高祖父母还可以，还像个样子。曾祖父母就疏忽了，父母就没有重视这个扎根教育。我们读到中国古礼才明白，人是教得好的，圣贤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华严经上佛说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传统教学当中也常说，
人人可以为尧舜啊，尧舜，古圣先贤当中的榜样。啊，大圣大贤的模范呢？啊，人的本性就是那个样子。如果没有教呢，没有教就染成习性，啊，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就被染污了。所以性相近，习相远了。啊，本性是一样的，都是佛性的，习性就不一样了，这就产生变化了。啊，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小时候没有受到这个扎根教育，啊，现在怎么样？补习啊，不补不行啊，不补成就不了啊。啊，补什么？补《弟子规》，补《感应篇》，补《十善业》。啊，这三样东西都是在小时候，啊，3岁之前，母亲家里面的大人要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这一代很不幸，啊，生在乱世，满清亡国之后。中国这块土地就混乱了，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所以。教学疏忽了，我们不能责怪父母，不能责怪祖先。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啊，没把我们教好，殊无怪也。佛不怪我们，也不怪我们的父母祖先。这是大慈大悲，这是儒家讲的中恕之道啊！啊，不必再责备啊！要紧的是怎么补课真正发心，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啊，我们如果认真努力，用2年的功夫把这个课补起来，2年功夫得行，就是补《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要把它做到。这个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啊，是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要做到。啊，另外一个做到的呢，就是文字。你要想弘法利生，啊，发这个愿，那就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你一定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啊，通达佛法，你讲经七理。通达世间法，以讲经七机；通达佛法，不通世间法，是七理不七机；通达世间法，不通达佛法，是七机不七理。
都不行。啊，那我们要涉猎事出世间法，头一个是文字。这些经典古籍都是文言文写的，你必须要学习文言文。啊，文言文的学习不难。啊，老师教导我们，你能够背诵，能够讲解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啊，我们讲堂这边的四库全书，你就有能力看。啊，5000年文化遗产，这把钥匙你就拿到了，你就得受用。你不懂文言文，展开经卷你看不懂。啊，《大藏经》是用当时白话文翻译的，也就是很浅的文言文。啊，可是没有文言文的基础，你还是不行。所以，必须要用一点时间。啊，我以为是2年。100个星期，一个星期去背一篇古文，那100篇呢？啊，这个2年呢，你就能背100篇古文。100篇古文不但你能够读，你能够写。你只要有这个条件，你的宏愿就能圆满，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你可以做得到啊！啊，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的时候，是决定做不到的。啊，所以得辛苦2年。啊，那我们学经宗，现在年龄都不小了，大概都40以上了。真是有难处啊！啊，那怎么办呢？有人来问我，我们《无量寿经》48篇，就好像48篇文章一样啊。我用这个来做古文读行不行啊？行。啊，能把这个背出来，也能够讲得清楚，大概你读经没问题了。啊，3藏12部你有能力阅读了，要背呀，要讲啊，啊，讲起。黄念祖老居士住得好啊！啊，你看他引证、引经据典，总共引用193部经论。换一句话说，读他的注解，也就是你读过193部经论，是一门深入。可以了，啊！但是中国的古籍文字比这个深，啊，至少啊，你还要去读50篇古文，啊，这个古文最好是选，在古文里面就选50篇。啊，这个工作最近蔡黎旭老师他在做，啊，他一共选出了162篇，
他把这个书这个题目给我看了，选得很好。在这162篇里面，你选个50-60篇，把它念熟。2年时间，我们这个基础才扎得稳呐。有这个基础，10年之后，你还有8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样10年之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出色的一位汉学家。40岁开始可以，50岁成就。中国东北刘素云居士，55岁开始，65岁成就了，这是非常好的榜样55岁都不迟啊。65岁成就。这一次跟着我一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到处有人请他讲演，非常受人欢迎。正是古人所说的“十载寒窗一举成名”。讲得很内行啊，讲得很道地呀，不像是初学的。真有老法师的那个味道。那么这些人都给我们做榜样。勉励我们认真去修学。10年之内最好是不出门。你看古大德人家的成就，一生住在一个山上一个寺庙，不出大门，他心是定的。到处跑啊，这心浮动，很难成就。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强了。能不能10年不下山？这要有恒心，要有毅力。我过去曾经6次访问日本，我去参观日本的比叡山。日本人称比叡山是佛教的母亲。日本有13个宗派，13个宗派的祖师，开山祖师，都是在这个山上修行的。在10年前，我去参访的时候，我就向他们请教，他们的主持请教。那些祖师们在比叡山居住时间多长？在他下山，他告诉我的最长的30多年。最短的呢？最短大概是16-17年。人家的成就啊，就从这几句话当中，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所以学院在此地建立，我们提出9年的休学。那时候有人告诉我，是不是时间太长了？能不能在7年？我在日本访问之后，我的心就定下来了。9年不长。
比起比瑞山修行的这些大德们，啊，还差很远。啊，他们最少17年，我们这才9年，一半了。啊，可是9年有没有成就呢？没成就。啊，为什么没成就？我们的根没扎好。在这上疏忽了，啊，9年在此地，虽然没什么大的过失，也没什么大的成就，成绩平平，啊，所以我希望往后再9年。大家成绩出来了，啊，这是我对学院同学们的期望。啊，今年10月，我们做个10周年纪念，希望20周年纪念。净宗学院呢，有几个出色的汉学家、祖师大德出现了，不是做不到啊！啊，怎么学成的？要靠自己，不能靠别人。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督促你，完全靠自己自救。自悟、自修，自己成就自己。啊，这个地方提供你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啊，只要把三个根扎稳，啊，无量寿经能够背诵。背诵之后要依教奉行，啊，会背会讲，不能行没用处。啊，无量寿经里面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的行为，你就成功了。啊，你就是一代的高僧大德。啊，佛法重在实行啊！能行当然就能讲，能讲未必能行。啊，能行自己才得到真实的功德，真实受用。啊，能讲未必能得到。啊，所以勤转法轮是勤自己，不能勤别人。啊，为什么许许多多年轻人发心的时候很好啊，最后都被淘汰掉了？啊，什么原因？没有能力降伏贪嗔痴慢疑。这5个字，5毒啊！啊，用什么方法来降伏？就是用扎根的教育来对治。《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教育。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十善业道是大乘教育。你能把这三个根扎好，你就有了圣贤的基础。啊，你能够一心，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学无量寿经。
专宗净土法门，你会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教导传统文化一定非常出色。在网络面前的同学，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人人都有份呐。啊，只要照这个办法去做啊，没有一个不成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初成道的时候，30岁啊，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法是四道，没有人来请佛说法，佛就走了，啊，他就入般涅盘了，啊，人间。看到这个出家人在毗婆罗树底下打坐入定了，没人理他。出定之后没认识他，眼看着释迦牟尼佛就想灭度了，想走了。近居天人看到了着急啊。啊，近居天在第四禅，无不还天。啊，他们看到了，他们下来。啊，变化人生，跪在佛面前，请转法轮，请佛住世。佛答应了，啊，这才住在世间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回，啊，这是近居天人积的德了，要不是他，释迦牟尼佛就不见了。啊，也许那些近居天人也不是凡夫，可能都是大权世贤呐。真正是六道凡夫啊，就是天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智慧跟福报啊，来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所以弘护正法这两愿是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了。啊，今天我们请转法轮，请自己转法轮。请佛住世，请自己住世。啊，外面人没人知道谁请你。啊，所以自己要请自佛转法轮，请自佛住世。啊，这就是。请佛讲经我们知道世间人家修福
啊，修最大的福报，最殊胜的福报是什么福报？古人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啊，你看看许多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知道，请佛讲一部经呢、啊。时间短，3天5天讲一部小经；时间如果长，啊，有个半年3个月可以讲一部大经。啊，讲经的福，名扬两利呀！啊，开这个法会，啊，这叫讲经，就是法会呀。啊，参与的人听经觉悟了，消业障，开智慧。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那个人数比我们多，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呀！啊，他们都来听啊。一样的消业障开智慧，啊，以这个福德，回向虚空法界，回向这一个地区。消除灾难呢，百世兴旺啊！你说这功德多大？那请谁讲呢？当然，最殊胜的是有修有证啊，正果的人，请他来讲。这功德大了，没有正果的，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找有真修的人来讲。啊，也能够得福。啊，如果讲的人没有修行，那变成世间法了，啊！现在所讲的学者专家，他们能说，他没做到，啊！他给你讲佛经，这是佛菩萨做的，我们做不到，啊！给我们讲45经。啊，这是孔子、孟子他们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啊，那就变成是世间善法了。啊，不能说没有好处，有好处不大了。啊，像今天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不了啊。今天地球的灾变没有办法化解。真正有修有行啊，这个功德可以化解灾难啊，那正果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世间人修学功德了，第一功德就是请法师讲经。法师这个名词诸位要记住啊，对佛法有修行真修的真能讲的都叫法师啊。法师这个名词不一定是出家人称，在家人也称
啊，这是佛教里的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懂。啊，和尚、法师，啊，在家出家都可以成。啊，出在家人可以成和尚。和尚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寺。啊，好像学校里面的老师一样，他直接教我的。现在讲指导教授，啊，那我称他为和尚，这个非常亲切，啊，他直接教我的。那学校老师很多没有上我的课的，啊，我们就成为一般就称老师，就是法师。法师不一定上过我的课的，但是和尚一定是直接教我的。所以这个在家上。我学佛法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我称他为和尚。啊，那出家很多老法师的时候，他没有教给我，我称他法师，我不称他和尚。啊，只有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这一定是出家人。这个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啊！啊，所以法师男女老少、出家在家，只要他懂佛法，他能够把佛法讲给我们听，我们都称他为法师。啊，所以在家可以称和尚啊，可以当和尚啊！啊，而且你可以教。出家的学生，啊，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世尊当年在世有一个大德居士维摩居士，维摩居士讲经教学，你看释迦牟尼佛让他的学生，啊，目犍连、舍利弗。这些人都去听讲，啊，他们见到维摩居士，跟释迦牟尼佛的礼节一样，顶礼三拜，右饶三匝，啊，礼节完全相同，这就是说明佛法是师道，老师第一大，啊，他是在家居士，但是他是老师的身份。你虽然是出家人，你是学生的身份。你就得尊师重道。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世尊当年在世，同时是两尊佛出世啊，一个示现在家，一个示现出家。释迦牟尼出家佛，维摩居士在家佛，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那一出家就好像我很了不起了，我是重中尊了，啊，我都比人高一等了。这出家能成就吗？那高一等的傲慢心起来了。你出家不生智慧，怎么生烦恼了？啊，出家生智慧才对的，生烦恼就错了。啊，这是一定要懂。啊，佛门这些规矩，啊，这些称呼，啊，然后我们才晓得佛法是教学，实实在在它不是宗教。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称释迦牟尼佛本师，创教的，啊，这个老师，啊，本师自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啊，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跟菩萨是同学关系。菩萨是老师前一届的学生，我们是后一届的，我们前后同学，这个关系啊。虽然是同学，他有能力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也尊称他为老师。可是菩萨看我们是一定是师兄弟。对我们非常爱护。也时时刻刻在帮助我们。第七句，请佛注释。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讲一部经容易啊，好办了。我们租一个场地，要集一下志同道合学佛的朋友佛友，我们请法师来讲经，大家都来听经。短的时间三五天，长时间一两个月，通常一个月是最多的，最普遍的。在国外比较辛苦，国外的工作每天8小时，一天一个星期工作5天，2天休假。所以一个星期最好讲经的时候只排在星期六个星期天，他有时间来听。如果每天讲呢，他没办法来听。所以我们在国外讲经呢，一个星期2天的。那么其他5天怎么办呢？特别是对初学讲经，如果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会成就。所以我们就找老人，退休的老人，他没有工作了，我们找这些人。不是星期六，不是星期天，我们找这些人，找个3个5个，给他们讲经。讲经不能中断呐，天天要讲每一天，当年老师教导我们，每一天至少要讲1个小时，天天不能中断。一个人也能讲，2个人也能讲，不一定要讲台。这样自己才能成就。请佛注释，这就是正法久住。这怎么做法呢？要帮助下一代。佛法不能在我这一代中断。要帮助底下一代。后继有人呐，正法就救助了。道场不重要。这个诸位要知道，道场如果重要的话，释迦牟尼佛当年为什么不建道场？他建道场太容易了，他的俗家是王族，有能力给他建道场。我们在经教里面常常看到，拜他为老师的，当时大国的国王有16个啊。这16个国王，说每一个国王给他建个道场，我相信那很容易的事情啊。为什么他老人家一生一个道场都没有？
都是住在树林里面，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他过这样的生活。释迦牟尼佛入灭也在树林里头，不在房子里头啊。真正做的干净利落，给我们看。这在讲讲真修行，我们比不上人家。你每天晚上野外露宿，身体健康不生病，金刚不坏身。我们如果到外面树下去露宿一夜，第二天要进加护病房，这不能跟他比啊。那我们今天住这个房子要生惭愧心呢。跟佛比，跟佛当年弟子比，我们差得太远了。能可以不用功吗？能可以不发愤吗？所以道场的建立有没有必要？有必要。怎么建立法呢？建立学校。要知道，佛法传到中国，寺院庵堂全是学校，教学的场所藏经的场所经书需要好好的保管。要图书馆，佛家叫藏经阁、藏经楼，这是供养法宝的地方，是一个道场主要的建筑，殿堂是教室，大雄宝殿是集会的地方。也能够当大教师。所以建一个道场，我主张建学校。佛法要走向现代化，要走向本土化。这不是我倡导的，佛法本来就是。佛法在哪一个国家？佛像面孔要像那个当地的人的相貌，他有亲切感。你们仔细去观察，在中国塑的佛菩萨像像中国人，日本人造的佛菩萨像就像日本人。你看泰国的佛像像泰国人，缅甸的佛像像缅甸人，这是什么呢？本土化。道场的形式也要本土化。还得要现代化。所以我好像是在80几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到中国。到北京跟赵朴老见面。我们同乡，所以见面非常亲切。聊得很开心，谈了4个半钟点。他接待我们吃晚饭。我们有个团体好像20多个人。我就跟他谈到道场的问题。古代遗留下来这些道场
名山宝刹了。能不能做正法久住的道场呢？给诸位说，不能。为什么呢？观光旅游的人太多了，从早到晚戒应不暇，人都个个忙得筋疲力倦，哪有时间念佛？连念佛的时间都没有了，那一看经言教就更谈不上了。好不好呢？好事，继续去做。啊，这我的看法。啊，所有古时候这个道场恢复起来，通通做旅游的事业，对国内、对外国进行机会教育。啊，人家来个观光旅游，给他介绍。啊，这些佛菩萨形象，啊，这些艺术，啊，它代表什么意思？把表法的意思告诉大家。这上课啊，啊，人家来参观旅游是交了学费呀，一定要学一点东西回去，啊，不让他失望。啊，关于正法久住的事情呢，最好建大学。啊，仿照外国大学城，啊，像我在美国看到许多。一个学校它就是一个城市啊，建大学城，因为交通方便，资讯发达，不要建很多，全国像中国这么大，建十个道场就够了啊，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你想学哪个宗派你就到那个道场去学习啊。这个道场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学院，一个是学会，学会是修行的，学院是研究经教的。啊，有解门，有行门。啊，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好啊。赵普老很赞成我的想法。啊，佛法就会兴旺起来了。啊，如果国家向这个目标去发展，应该首先办研究院，培养师资。啊，硬体的建设很容易，有钱就可以做，谁来教啊？这是个问题。啊，所以先办研究所，培养老师，能够说一个宗派能够有五六十个老师就行了。啊，这个大学城它就能建造了。啊，希望中国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都能够有50到100个老师。佛陀教育就兴旺起来了。这叫做千佛住世。啊，那么现代的教学。最重要的设施就是卫星电视。啊，这一个十个宗派，就是十个学院，十个学院合起来就是一个宗教大学。啊，就是大学。自己有卫星电视，有网际网络，每一堂课，每一个宗派可以拥有几个频道啊，让一切大众啊有机会呀，夜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样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10年之后啊，这个时代所出的高僧大德，远远超过古代，是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及。
不是做不到啊！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话，你说在从前，我们要听一部经，多难啊！这部经听完了，想再听一遍，老师不肯跟你讲啊。现在我们把它录像录下来说的是，你听100遍，听1000遍也没人障碍你啊。真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听100遍，开悟了。这是古人没有办法做到的，现在人可以做到。读经，经书里面这个生字很多读不懂，我们把它用录像，把一部书录出来，这个画面上不要有人，画面上是文字。声音，你看，看着文字，听的声音，这不就帮助你念了吗？这个方法好啊！每天24小时不断的播放，什么时候有空，你什么时候去学，你的时间一点都不空过。只要会用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人人都学，人人都成佛了，人人都成菩萨了，这不就正法久住了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学从前那个老规矩，那个不行。那个一个人、两个人学，一生精力学成了，别人学不到。现在我们可以同时。一个人学，千千万万人同时学习，不知道成就多少人。再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没有彩色黑白的，他说这个东西好啊。好工具要会用它。用这个方法来讲经，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庭。他可以不必到道场往返奔波，他在家里就可以收看，就可以学习。这个工具要记住要利用啊。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想这个东西成本太高啊。要花多少钱？哪来的这么多钱呢？没有想到，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成本不断的降低。所以我们在2003年元旦，卫星电视开播了。到今年9年了，受益的人非常之多。所以道场不必很大，用这个工具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效果。让全世界有志一同的人。都能够在一起学习。那么一年可以办一个活动。时间不要很长，1个星期就够了。办一个修学心得分享大会。来自世界各地方，我聚集一堂来讨论，来交流。彼此互相认识，一年办一次这个活动就够了，租一个大的场地，能够容纳5000人到10000人这个场地，
一年举行一次这个活动，互相勉励。普贤菩萨设愿的这七条是真的设愿，是他的宏愿，后面三句是回向，是要把修学的功德了。回过头来，归属我们所期望的，这回向有三句。第一呢，是回向菩提，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第二，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第三，普界回向，是回向自性，就是回向实际。换一句话说，前面这个十愿修学是为谁做的呢？为菩提做的，为众生做的，为自性做的。这个里头没有自我啊，没有求名闻利养啊，没有求功名富贵啊，不求这个东西啊。回向菩提，这常随佛学，我们从佛那里得到的殊胜功德利益，让我们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怎样报佛恩？那就是正法救助啊，普度众生。前面请佛住世是请一个善知识，偏重在个人，一尊佛，一尊菩萨，一位善知识，这个地方呢，那真的是要佛法常住世间，也就是说，要让智慧常住世间。菩提是智慧，人要都觉悟了，这个世界就是佛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有妄念的，没有一个人有分别之处。那是道行天下了，正觉世界，这个地方的常意思是双关语，自己常随佛学，愿一切众生常随佛学，那个意思深广无尽的。不能离开佛。佛是谁呢？佛是自己，佛是自己的自信。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是什么样子？
佛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就那么简单呐。第一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把事实真相说明了，我们的自信是清净，有没有被染污？没有，自信是真心，被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有被染污过。第二句话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真心是不生不灭的。生灭现象是妄心，叫妄念。我们念头有生有灭。那不是真的。真心没有生灭，没有染污。第三句就很重要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个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能大师这一句话是完全相同。所以智慧不是外来的，外面没智慧啊，是自性里头本有。不但有智慧，有德能，有道德，有能力，还有相好，样样具足啊，没有一样欠缺啊。佛说这三样，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他说这三样东西是能量、信息、物质。他讲这三样。慧能大师讲这三样，那超过他们这三样。为什么？他这三样东西是所生的。能大师所说的三样是能生，不一样啊！智慧能生万物万法，德能能生万法，相好能生万法。那现在我们都有真心啊，为什么真心里面这些东西不起作用？真心有了障碍，这个障碍是妄心，妄心当了家，真心没权，不起作用。妄心是什么？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些东西当家做主啊。所以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佛在华严上说，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说多清楚啊！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所以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就不能现前了。你没办法证得。啊，那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不就现前了吗？慧能大师凭什么见性啊？就把这三样东西放下了，他很厉害，同时一次放下，叫顿时顿悟顿证。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般人做不到，佛有方法。佛教你不能一次放下，你慢慢的放。啊，你每天都在放，每天放一点，每天放一点，你天天在放。放个10年20年，哦，你的功夫就很得力了。那叫渐修。啊，像释迦牟尼佛、慧能大师表演的，那是顿时。顿修顿证啊，祖师大德为我们实现的是实现渐修，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一点一点地放啊，让时间让功夫累积，同样也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要常随佛学，不随佛学，你就跟世间人学了。啊，特别是现在人，现在人跟谁学？跟电视学，跟网络学。啊，电视网络里面，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引导你到三途啊。啊，如果我们自己有卫星电视，有网际网络，我们的内容教学佛经、教学宗教的经典、教学传统的文化，它跟圣人学啊。啊，每一天打开电视，打开网络，啊，就跟圣贤接触了，他慢慢就变成圣贤了。啊，看我们怎么个教法。啊，所以培养师资就比什么都重要。啊，常随佛学是培养师资唯一的一个方法。啊，除了佛法之外，我对这个世间一切不接触。啊，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成就，就用的是这个方法。啊，至少有50年，我跟媒体断绝关系了。我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这些媒体东西的时候断绝了。那有些重要的信息都是同学们啊，他们揭露几页拿给我看啊，我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啊，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圣贤经典。
60年了，没有一天中断过。年轻的时候，体力还不错，每一天讲经可以达到9个小时。我在美国洛杉矶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找不到时间，一个星期2天休息，就2天，好，2天整天，大家想学吗？我们住的时间不长，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那我们这样教啊，曾经有一次，好像是放长假，连星期日总共有8天的时间，8天不中断的，这种机会在国外很少很少有。在台湾，我曾经有过，也是很长的时间，好像有3、4年的时间，每一天排的课30多个小时，现在我还能讲4个小时，这都是常随佛学。我们自己要成就，要成就佛法，要真正的让正法久住，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学院要把这一句作为我们学院修学的宗旨。下面恒顺众生，众生习气很重，你要不随顺他，跟他缘就断掉了。你修得再好，他不愿意接近你，他不想跟你学。那怎么办呢？得顺着他。我们觉得很困难，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恒顺众生的。众生要造罪业，佛菩萨随顺他就造。造了罪业，当然要堕恶道。佛菩萨很有耐心等待。恶道是什么？恶道是消恶业的地方。他在那里消他的恶业呀。恶业消了之后，他出来他就能接受了。有些人特别喜欢修福，想求福报，你看佛也随顺他。让他修福报。福报修多了，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去了。天人福报大了，佛也在那里等待他。等到三善道是消福报的地方，三恶道是消罪孽的地方，通通都要消道，消掉，你的心才清净，清净心才能学佛。所以佛家有两句话说：“富贵学道难。”那不是他福报太大了，障碍他修行；“贫贱学道难，他罪孽很深重。”最苦障碍他学道。这不恒顺不行的。得有很大的耐心去等住。等到他的罪福都消得差不多了，慢慢醒过来了。
福报大了也迷了，业障重是迷呀，福报大也迷了。迷而不觉，佛菩萨圣贤对他是束手无策，只有等待。恒没有条件，永远要顺着众生。那么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外国、中国，我相信都差不多。工业革命到现在300年。前100年影响不很大，第二个100年就有相当深度的影响了。这影响什么？对圣贤的教育疏忽了，不太重视了。在中国这个地区也一样，200年前。中国政府是慈禧太后执政，慈禧太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不像从前人看得那么重，不重视了。满清宫廷里面，从开国，应该是康熙时候建立的制度。礼寝，儒释道的专家学者，在宫廷里面教学。上课帝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学习，而且康熙学得非常认真，他学的什么？讲完之后复讲，康熙复讲，让老师让这些同学们来批评，学得很认真啊。这些讲义教材都在寺库里面，寺库里面保存着。我看过少部分。看他们在宫廷里面讲些什么，怎么讲法。这个制度一直到咸丰。咸丰死了以后，儿子很小啊，同治啊。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执政，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不再邀请学者到宫廷里面去讲学了。国家大事怎么办呢？他真的是搞迷信，嫁鸡孵卵。慈禧太后喜欢搞这个，国家大事都请神请鬼神来指导应该怎么做法，就把他国家亡掉了。对传统文化疏忽了，国家不重视，人民也就散漫了。满清亡了之后，到今年100年了，这100年的时候，不但做的人没有，你讲的人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讲到儒释道，一般人都非常陌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反而不如外国人，我们接触许多外国人谈到传统文化，他们都很能懂得一点，在国内没人懂得了。
这不能怪人，谁都不能怪。这是两三百年历史造成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佛，佛陀恒顺众生，要顺着他，慢慢的来提醒他。所以我们有缘，这个缘是联合国促成的。我移民到澳洲来，911事件发生之后，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派了两个教授到这个地方来找我。我想他们是应该知道，在过去我在新加坡住过3年半，帮助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所以要我跟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次座谈会。我参加了。听取他们的报告，才知道大学里面有和平学院，全世界只有8个学校。那以前没听说过学校有和平学院。他们研究的主题是在讲，就是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以这个为主题。他有研究生，有博士学位。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多数都在联合国工作，从事于外交的这个工作。我们来讨论呢，这个如何用真正和平的手段来从事于和平工作。那以前呢，他们化解冲突的方法了，西方人的观念是以镇压、以报复，用镇压报复演变成恐怖战争，演不成这个，他就晓得这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往下去越来越严重。所以真正想用和平方法解决。我听他们报告之后，他们让我说话。我说这个问题就像大夫治病一样。一定要把那个病源找到，对症下药才能有效。那你们现在这个，我觉得没有把这个冲突的根源找到，所以很难解决问题。根源是什么呢？我说根源在家庭，他们感到很惊讶，从来没想到过冲突发生在家庭。我告诉大家，那是19个教授。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一共会场只有20多个人。我说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离婚率是不是很高？我说大家知道。我说这个离婚率不要小看它，它是冲突的根源。你看，夫妻冲突一定会造成父子冲突、兄弟冲突、邻里冲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他能跟人不冲突吗？这他们没想到。听了之后，还觉得有一点道理。我说还有更深层的，更深层的是什么？我说你本身跟本身的冲突。在我们中国人讲的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善。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善与不善冲突了。
这个法话翻译都很难翻，不容易翻呐、啊，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呐、啊。啊，最后我就举例子，比如说利，这个利害，利益当前，你第一个念头想到，我自利还是利他？这当然是自利呀、啊。好，我要自利，你也要自利，我们俩是不是发生冲突了？那他明白了。我说，如果利放在面前说，我们都想到利他，冲突就没有了。这是根本的根本呐、啊！那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学校约我下个星期再来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学校准备聘书，聘请我做他们学校教授。我说这个没有必要，校长还送这个学位给我，我说都不需要。那格里菲斯大学校长，两位校长的时候，对我都很不错，很好。一定要我要，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些理念，确实可以帮助联合国解决问题，希望你能够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啊，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联合国邀请的是专家学者，他不邀请和尚。所以这个学位呀、啊，这个教授啊，你一定要接受。你用这个资格去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这样我才接受了。这些年参加了10多次。我们把中国古圣先贤这套方法怎样化解冲突从本身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民族到这个国际上这个和睦相处这套道理讲给大家听，听得都欢喜。可是会后呢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告诉我，法师，你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给我是非常重大的打击。为什么？没信心啊。那怎么办呢？想到现在相信科学，科学唯一的是拿证据来。没证据我不相信。所以我们就逼着我想方法了，我得做个实验。找一个小区，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来启动传统文化教育，用《弟子规》做实验，这个小区是个小镇，居民48000人，不算多。我让这个小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我们大家通通都来学《弟子规》。预定是2年到3年会看到效果，没想到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当时我们大家心里头一句话：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呀？一教就回头证明了。《三字经》上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不善是习性你把这个东西好好的讲清楚、讲明白做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相信了所以2006年10月我们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在巴黎教科文总部。做了详细的报告把我们汤池这个实验做了8个小时报告，做了3天的展览，引起参与教科文组织的这些192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大使们都想到汤池亲自去考察
去看看，做成功了啊！所以这恒顺众生啊，一定要顺着他啊，做出来给他看，他相信啊，不让他升起信心，坚定的信心，你的事情就很难成就。啊，这对社会有利益，对国家有利益，对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有利益了。啊，最后普皆回向。啊，我们自己干这些事情能不能鞠躬啊？不可以。所以事情做成之后，我告诉所有的老师，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力做不到。谁的能力做到了？祖宗的阴德啊，三宝的加持，我们哪有这种能力啊？啊，我们的老师都不错，都很有修养，都能接受这个理念啊，大家都承认啊，这是祖德。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疏忽100年，啊，丢掉100年，那个根还在。啊，我们这一实验的时候，就把它实验出来了。啊，所以中心虽然关闭了，部分的老师被马来西亚请去了，啊，跟马来西亚的缘很深，啊，有马来西亚，他有1000多个华侨小学，啊，教中文，有61所中学，这些校长老师们到汤池去学习，就是我们那个是师办的人学习，去的人很多，大概有500多人。在那个地方学习好几个月，他们对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把中心老师都请去了，啊，继续在那边办学，啊，那么这一次，当地有同学捐献了一块土地，13个1亩，啊，13个1亩，啊，和中国大概有将近800亩地，我们准备建校，啊，我去看了，很欢喜。我的建校呢，我们范围扩大，啊，我给他起了个名字，他们都赞成，马来西亚汉学院，啊，在这边专门培养师资。全世界需要汉学的人太多了，没老师啊，啊，我们全心全力培养老师。其他事情都不干，啊，就干这一桩事情，而且我们都是讲教学，学校行政让当地他们发现来承担，我们只管教学，啊，就是通通是教员的资格身份，啊，不管行政，你才能专心，管行政就要操心了，就分心了。对于自己的修学就产生障碍，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回向，是这个普界回向的一个做法，啊，回向实际的，啊，在现阶段此时此处如何落实，啊，所以这一次我跟大家讲解这个普贤十愿。跟从前讲的不一样，啊，这个里面有本土化、现代化的意义在里头，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